车吧。第一个圣诞集市，可可爱爱的书灯，机器人总动员现实版被发现了，毛毡玩具，课本里代表恶魔复活的喜剧人物面具。拿走。烤小猪面包，馋饿了吗？第二个圣诞集市，意式香肠，意式芝士，家人朋友装饰，法国广场的雕像，法国可丽饼，我点了意大利最出名的开心果酱。令达点了杏仁味。博洛尼亚标志双塔的模型，第三个集市。街头艺术家。一个很有爱又很有圣诞气氛的橱窗，圣诞树灯，马乔的广场街景，双塔变成了红红的，我们就浅拍一张照片。12月25号。